和我的祖国，优秀代表，以及一瞬间，整个场地内从第一届法国夏蒙尼冬奥会开始，一被雕刻了出来。Marta， 猫。两名运动员全部参加马来西亚代表团，骑手是他们唯一。运动员参加四个项目的比赛的参赛运动员，骑手是高山滑雪运动员。联合国大会的强力支持，奥林匹克休战决议。The Olympic spirit of peace。加油喝彩。我。他们走过。